乒乓少女大逆袭21日举办见面会，传影提供记者王星于台北报道。由新垣结衣与英泰主演的恋爱喜剧电影《乒乓少女大逆袭》21日于日本正式上映，空降本周日本电影的冠军宝座。当天也特别举办粉丝见面会，新垣结衣也在现场切下工作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蛋糕，亲手喂食男主角英泰，让人直呼羡慕。新垣结衣在电影见面会上亲自为男主角吃蛋糕，传影提供《乒乓少女大逆袭》在东京六本木举办电影粉丝见面会，当天邀请了所有主要演员出席与粉丝互动，包含新垣结衣、英泰、广末凉子、永野芽郁、远藤宪一及导演石川纯一皆现身。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了直径长达30厘米的超巨大乒乓球蛋糕，为电影的票房集气。而这巨大蛋糕至关重要的第一口，则是由女主角新垣结衣拿着桌球拍形状的饼干切好蛋糕后，亲手喂食男主角英泰，画面十分幸福美满。本片将于11月10日在台上映。